以西结书第十七天，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便得了安慰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，使地荒凉，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，那地仍然荒凉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，说，刀剑啊，要经过那地，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，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，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，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这四样大灾，就是刀剑、饥荒、恶兽、瘟疫降在耶路撒冷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岂不更重吗？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，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，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刀剑、饥荒、恶兽及瘟疫是世间的四大灾难，仍然有许多地方有战争、饥荒、粮食不足的问题。科技进步带来的灾害，如空难、船难、车祸，更甚于昔日的恶兽。各种变异的病毒、瘟疫更是从未放弃对人类攻击侵略。大难临头、生灵涂炭之际，人难免会产生对造物者的疑虑。如果神是慈爱的、是全能的，为何他不拦阻这些灾难发生呢？为什么无辜的人会经历这样的灾难？是否神对他们不公平？以色列人就是如此，看见自己的同胞遭大难，于是心中产生对神的疑惑，因此神借话语来安慰他们。我所行的并非无故。苦难是个奥秘，我们无法明白，但要相信神所行的并非无故。
神必有作为，照着他的心意行。因此，苦难中不要问为什么，只要问做什么，也就是问神，我要如何经历你，怎样才是合你心意的回应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得安慰。若是在苦难中，请相信神所说的，所行的并非无故，神已掌权，继续相信神，倚靠神，爱神，必得安慰。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神说耶路撒冷必有剩下的人，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，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。神不会屈枉正直，当审判临到，就算其中有如同挪亚、但以理及约伯这样的义人在其中，他们也只能救自己，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。神的审判公平公义，但对待罪人极为宽容，非不得已不会使灾难临到。当落在神管教的手中时，不要埋怨神，不要离弃神，要相信神的公义、正直与良善。他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悔改并顺服神的管教，神必恩待我们。主啊，虽然有许多事情发生是我不明白的，但我相信你永远都是慈爱、良善、全能和公义的神。因你的话，我得安慰，愿意永远爱你，跟随你。导读神的话，出埃及记34:6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的，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阿们。感谢主，耶和华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主啊，这是你自己的宣告，你说你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你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。是的，在你里面有无限的怜悯和恩典，够我们来用。阿们。是的，你的恩典怜悯够我们用。yes, 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嗯，你是把不好变为美好的神。嗯，你也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嗯，你满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的属性，你是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，你是诚实的。主啊，你从不轻易发怒。主啊，这就是你。是的，主啊，我要来赞美你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是不轻易发怒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你对我总是有这样的宽容和包容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且有丰盛的慈爱为我存留。阿们。是的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嗯，因着你不轻易发怒，谢谢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嗯，是的，你是把贫穷变为富有的神，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。主啊，是的，因着有你我就得着了安慰，因着有你我就 不至慌乱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慈爱和诚实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慈爱和诚实。主啊，你总不轻易发怒。主啊，你有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，你也用诚实待我。主啊，你总是告诉我如何行。主啊，你是有公义有怜悯的神。阿们。是的，你是有公义
公义、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。Amen。 我们赞美你，你也是有诚实、有慈爱、有丰盛的神。我们也赞美你。Amen。 这是我们赞美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